念一次佛，他就会好了。好啊，你就祝福我们，你说阿弥陀佛，祝福你。拜拜，平安。你看哈，这个临近的清晨啊，一一的呢，因为现在人类呢生活是越来日跟月颠倒了啊，所以这个是《地藏经》里面说的南瞻部洲了啊。所以阿弥陀佛，为什么透过我们的导师推荐，这个时代我们的大脑没有办法专注，所以只有一个重复简单，也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了。也期盼呢我们在这个行脚当中看到这一群，尤其是我们真正的出家处理世间的贪嗔痴，将真正的清净平等觉透过行脚深深海底行，高高山顶立，走出一片天地。